这一系列作品我都是用一些随意捡拾的自然物作为我的来取代我的画笔，所以我在颜料画上去之后就是用这些材料把它刮出来。那每一个比如说像这根树枝，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软硬度不同的切面的造型那我是希望透过这样刮的动作，好像一颗种子掉到我画布的，像是一块土地，一片泥土，然后每一个生命它是长出来的，而不是我画上去的。其实这张画有两个颜色，一个在底下有一层金色然后上面就是用同一个蓝色而已。